我有嘢请教你，趁而家得闲，你叫我睇呢个六十八发言就要讲政策啊嘛，系咪？咁如果我要减啊吴局长人工，咁我话佢冇执行到个政策，咁点解唔啱咧？系唔啱？你睇清楚咧，嗰、那个系同嗰个拨款、那个拨款所支持嘅服务系有关嘅政策系。所以譬如你话，你觉得？現在我舉個例，你話我哋嘅幼兒教育政策唔合適，係幼兒教育提供嘅嗰啲服務咧，係唔值得喺呢個撥款條例嗰度咧撥錢去俾佢嘅。係咁，你可以就嗰個政策嚟到發言，同埋説明點解你覺得咧唔撥款就合理嘅。但係咧好清楚，如果我哋去辯論官員嘅嗰個薪金。我之前已經講過啦，本會我哋從來亦都冇一個咁樣嘅權利，亦都冇個職責係根據個官員嘅表現咧嚟釐定佢嘅薪酬嘅。呢、這個並不是我哋本會嘅我哋嘅職權。係基本法亦都冇俾一個咁嘅職權我哋。第二咧，你如果話講到某個官員，因為佢表現唔好，係因為某啲教育政策，或者你話教育官員表現唔好，因為教育政策我就。全香港實行過所有教育政策，甚至呢阿梁議員，你連之前做過嘅一啲嘢都攞翻出嚟講咧，呢、這個當然係完全係不，即係完全係唔對稱。唔係啊，我而家同你講，即係完全係不對稱、不合比例。你漏咗一樣嘢啊嘛！以前所有嘅朝廷命官咧，就唔係問責官員嚟噶嘛。佢嗱 ，Ida 就係、是、阿梁議員，我咁我而家喂哥，咁佢以前都唔使，佢都唔使問責，我點解要減佢人工？嘅公務員嚟噶嘛？你而家喂係簽合約嘅喎、啊，你聽我啲公務員係梁議員唔關以前唔以前，我依家同你講緊係現在，根據我哋現有嘅你舊例嚟噶嘛啲啊哥，憲制我哋嘅基本法以及現有嘅法律，我哋嘅議事規則。本會亦都冇呢個咁嘅職權，所以咧，本會有權就任何關於財政預算案裏面嘅分目嘅支出恰唔恰可進行質詢辯論以及批准啊嘛。咁只要佢係喺個分目裏面嘅，我哋梗係做得啦，係咪啊？喂，請你睇清楚嗰個條文，我哋講緊係喺嗰個總目底下嘅嗰個款額，就咁佢應該。剛才較早時咧，蔣麗雲議員亦都提出呢個係啱嘅，係不應該就嗰個總目底下嘅嗰啲分目、嗰啲分項嘅細節嚟到去辯論。咁啊，但係如果我減佢人工嘅時候，我唔討論嗰個分目，咁咪變咗。梁議員，我嘅意見咧，我相信講得好清楚啦。請你咁，你一係就唔批准佢減人工啫。請你按議事規則規定嚟到發言，好嘛？而家係因為。得閒我先問你啫，我冇阻你時間啊！請你坐低，一係你就唔批准啲減人工咪得咯？你又批准，咁你梗係個悖論噶嘛？而家並不似一個我同你應該喺度對話嘅時候，請你坐低。你唔批准咪乜事都冇啊？你批准係咪？你批准我減佢人工，我一定要解釋噶。唔通我話佢黑人憎喎？係咪？冇理由話佢上一上Bloomberg 都要減人工噶嘛？係咪？梁國雄議員。你睇一睇翻議事規則，以及你交入嚟俾我去審批嘅修正案，唔係主席裏邊所講嘅咧，就係、是、一個數目字，就係、是、削減某一個總目裏邊嘅一個數目字。係，請你坐低。唔係咁，但係個問題，如果我要減佢人工嘅時候，你唔准我講佢表現，咁點減佢人工啊？係咪？所以你應該唔俾我哋減，即係你應該一早批准嗰陣時唔俾我哋減佢人工咪得咯，冇呢個問題啊！你批准咗啊，哥，係咪先？